嗨嗨，兄弟们。居然要拍东西。我在直播，新马仔的发型很不错哈。啊，我窒息了，我今天很难受，就是没睡醒吧，大概就是导致我整个人昏昏沉沉的。我没喝咖啡，因为我今天没想着清醒。而且我今天脸很肿，因为没睡好。我主要是今天为什么要化妆，是突然决定的，因为马老师后面排了很多那种排练，感觉每一天好像都没有时间了。然后我排的拍证件什么都是在后面，然后就是要调时间，可能要。然后我就说，那我就先。我是直接从床上爬起来，洗脸刷牙就开始化妆了。谢谢去一个小朋友送的一个蹦迪，就是很仓促，很着急。谢瑶瑶送的一个荧光海。就是今天有点没有，就是懵懵的状态不好，我就直播一会儿吧，因为我觉得反正都化妆了，不播白不播。但是呢，我又没有什么力气，所以就只能这样子播了。大家不要嫌弃我，只能对。谢谢林大大送的一个皇冠，真的很疲惫，我法令纹都变深了，今天很累，没睡醒。谢谢青小羊送的一个蹦迪，假发片或者是接发，你们也看不出来，这么关心干什么呢？不是我拉不拉的问题，我拉上去它也会掉下来的，没有用。看不到我的耳朵了，谢谢两点睡送的荧光海。我的耳朵就是在这里，我的耳朵是比较贴的那种，没有不是别人那种这样子的耳朵。其实这样子耳朵应该也不错哈，会显脸比较小嘛，不是说，但我感觉我不适合。我耳朵露得越多，越像猪。谢谢捧场片送的荧光海，谢谢台灯送的秋天奶茶。义无反顾，朝着梦想前进。谢谢面包店的猫，送了一个荧光猫。谢谢摇摇送的一个蹦迪。谢谢小许送的一个荧光海，晚上好。到如今一无所有，有梦而已。如果可以善良的量自己。谢谢王脂肪送的一个蹦迪，谢谢企鹅快跑送的一个荧光海，谢谢退休送的一个蹦迪，谢谢小树懒送的一个荧光海，谢谢林丹丹，不是后，谢谢七七同学送的一个荧光，不是后面又安排公演了，就是这样子的。我看了一下后面的安排，
有两个队的公演，但是没有我们队。学了两个月了。可能是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把那你们要排练吗？对啊，要排总选启动仪式什么之类的吧。一天要排3首歌，我看了一下，我有点害怕了，开始，所以我想赶紧把事情都放在前面搞完算了。想穿着这雨衣，想去看。其实五月排的联合公演是什么？我不知道啊，我没排啊。现在又可以回家是什么情况？什么叫又可以回家？不是一直都可以回家吗？想回就回呗。这里又不是监狱，想回还不让回。一般不都是只是怕粉丝那边不好交代，所以不回吗？谢谢椰果送的一个蹦迪，谢谢 K 送的一个巧克力。你回不回？我想回，其实，但是我感觉我可能没时间回。我昨天还在那里说，我说很想回，因为听到别人回去。谢谢敖喵送一个秋天奶茶，谢谢布丁狗送一个一墨海。以为没公演，是没公演啊，是没排我们队的呀。谢谢小溜溜送的一个巧克力，是没我们队的公演。山东还得隔离呢，跟山不山东没关系，我就是因为上海所以要隔离。那你也不是真的想回，只眼馋别人。我就是想回啊，我真的很想回。谢谢十三丫送的一个蹦迪，这种时候谁会不想回家啊。谢谢乐乐乐的壮送的一个荧光海，谢谢不吃早饭送的一个蹦迪，谢谢无人送的十个巧克力，谢谢来自我吧送的一个秋天奶茶。谁会不想回家啊？怎么只会眼馋呢？能回去肯定回去。谢谢小胖子送的一个荧光海。谢谢舒一个送的巧克力。谢谢歪歪送的一个荧光棒，两个吧，是什么东西？谢谢小朋友送的一个蹦迪，两个人回家了，回呗。谢谢不快乐送的一个荧光海，谢谢没有泡菜了送的一个蹦迪。还不如天天出门，主要是担心这边不知道什么时候就隔离了，就封闭了吧。就如果这边封闭的话，那确实还不如回家隔离呢。不知道是什么，不知道。我觉得小狗很吵，大狗小狗都很吵。最近又新增了中风险地方，不知道。谢谢无人应答送的一个蹦迪。我刷抖音的时候看到别人说顾村现在都沦陷了，我说怎么沦陷了，我都不知情。谢谢无人应答送的一个荧光海，谢谢 Y 送的一个蹦迪。谢谢手工大面送的一个蹦迪。我囤东西了吗？没有，我现在没有欲望对吃的东西，就是我想到什么都不想吃，但是我觉得很不舒服。我想到吃的东西我想吐，有点就有点犯恶心，谁懂。谢文初丁送的一个荧光海，
就是很长一段时间都这样子，就是封闭之后不是人就有一段报复性进食的时间段吗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，反正我有。对，就是很疲惫，没睡醒，主要嗓子也很哑，就是我一睡不好我就很容易像嗓子有点发炎的那种感觉，会很干，然后就导致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吃。这几天皮肤咋样？还红吗？红，就只是这一块，就是这一块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然后我就是买了那个润百颜的那个刺泡精华，是修护屏障的。然后呢，我昨天它不是那种刺泡的一管这么多吗？然后我昨天就滋滋把它全挤了，然后唰唰唰全糊脸上。啊，来抱抱它。正好带他出去了，去哪了？跟姐姐他们去被带出去去澡去了。啊，洗完了，刚洗完。他没洗呢，他没洗，出去没洗。哎，小臭猫。他暂时不给他洗，他一直没打气。小臭猫。嘿嘿，你要上去吗？没事没事，你玩。我玩。你要玩？他长大个了，长大个了。是他长大了。长大个了，熊猫长得越来越好，挺可爱的呀，软乎乎的。他是小男孩吧？是小男孩。小男孩只有小时候软乎乎，长大了就是个臭男人，是吧？他现在很软，非常的软。是吧？你看他已经开始硬了。软，没有以前软了。还软？没有以前软了。你摸他肚子那可软。走吧，走吧。你敢下去吗？哦，好，走走了哈，拜拜，拜拜。去哪儿了你们？去天津那边了。我想去取裤子。去哪里取？我裤子放在那边改裤腰来着。你先让姐姐帮你取过来。他在哪里啊？天津那边。啊，他不顺路，那边我得自己骑车去。在那个天津，在那个。你还下来吗？可以啊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事儿，我只是问问你。怎么突然问我？哎，怎么又染头了？因为我那个粉红色头发觉得太丑了。我觉得还行啊。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更好看？你说实话。我觉得那个挺好看的。你这跟那个姐姐那头发一样的颜色。没有，姐姐的颜色比我鲜艳多了，我暗了。她之前那个颜色。确实。嗯。她掉了绿色。嗯。够了。哎，帮我个忙。好，行。你帮我进门之后，左手边那个墙上挂着一个钥匙，你帮我拿下来放在电梯里。电梯里是哪个电梯？就这个电梯啊。为什么放在电梯里？我好拿。你拿，我给你送来不就好了？我不想上去，别麻烦了，就放电梯里就行。我把摁下来。我帮你送上去就可以了。你行，你要愿意跑也行，谢谢你。怎么走来着？走进房间，然后。左手边，开门就是左手边，墙上挂着一串钥匙，绿色的。OK。上黑车不会太难跑。谢二三送的权证。有人拉彩三儿去男团睡啊？谢谢瑶瑶送一个夜蝶。为什么猫会变硬？我也不知道，人也会啊。小朋友就软乎乎的，奶香香的，长大了不都是又臭又脏的吗？三二七都是胖男人，是啊，没错呀。你不觉得吗？小朋友，小奶娃娃的时候放个屁都是奶味儿的，也臭也臭，但是不是那么臭。小穗今天哕了吗？哕了两泡，我不知道是小穗哕了一泡，暖宝哕了一泡，还是。他一个人哕了两泡，因为晚上的时候他俩，他哕完他哕，此起彼伏的，就这个声音，一晚上都是这个动静，我每天晚上都会被他们俩哕醒，不知道吃啥的，就是吃了毛，猫哕是什么声音？就我刚才那个声音。
然后宝儿每天睡在微波炉上，在微波炉上就开始大半夜的就开始，他俩哕的那么大声，很大声。你想吧，我今天根本没睡醒，我就是被小碎挠那个地板，他不是哕了吗？他一直想挠地板，想埋，然后埋的那个声音给我吵醒的。他把我一下子挠到他的那个呕吐物上了，他难道就没发现地板薅不起来？他埋屎不也这样吗？假埋呀，他只是假动作而已。我经常放在沙发上的衣服，他吃完饭，小醉很护食，他经常挠着埋东西，然后他把我衣服啊或者什么玩意儿就挠到他碗里去了，盖上，把他的碗饭碗给盖上。他就是地上挠，这样，就这个声音。哎，晚上我在睡觉时，他就这么大声音。就这样，持续得不知道多久。先是这个声音持续个几分钟吧，完了之后就开始，我已经现在混入他们的猫声了，我混入猫的队形了已经。那你还睡不睡了？我就是没睡啊，所以我现在才这样的，我现在才这个熊样的。谢谢导弹日记送的一个巧克力。就是这个，明天也不知道哪里都是毛，反正就是痒痒刺挠。为了直播化的妆，是为了你化的妆。谢谢宝贝啊送的一个皇冠。嗨嗨，西游呗，他们还没回来是吗？在天街，在天街吃饭。外面可以堂食吗？可以啊，可以，可以堂食的啊，很久以前都可以堂食了。那可以啊，那我去请他们吃饭。找他们，他们现在已经快吃了。不是不是，拜拜。一无所有，有梦而已。如果可以，想问问那年自己。我的嘴巴不灵不灵的吧，就是我给你们推荐的那个唇釉。现在不去吃饭，没办法去吃饭，我还有两个东西没拍呢，我得拍完才能去。我是说请八年老兵吃饭。不过我好几天没见到姐姐了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好想她。她也不知道主动来找我，感情就到这里了吧。我等会儿我就骂她。唉，她天天出去。谢二三送了一个红包，我窒息了。她每天都出去，不过我也出去了，我昨天也出去了。我昨天还说怎么好久没见到姐姐了，真吵死了哥。所以你昨天有收到生日礼物没有？我在拍什么？我没拍呀，我现在就在拍直播。对，因为我发现老公 vlog， 其实有时候不太想拍，你知道吗？你懂吗？就是，比如说你跟，比如说你像八年老兵，如果我请他们去吃饭，完了还拍一 vlog， 就感觉很造作，你懂吗？你就感觉好像你不是真心跟朋友去玩的，你只是为了收集素材做给粉丝看那种感觉，你懂吗？就是不想拍，会让人觉得没有被尊重那种感觉。
让东方人干嘛？不是想好多。如果是每天都在一起吃饭的人，你随便中间有一次你拍了就无所谓了。就比如说你们在一起一周能吃十顿饭，那你有一顿饭拍了也无所谓了。但是像我们老兵能聚在一起吃一顿饭，一年也就这一次，就这一次你还拍，不让人觉得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可能会这样想，反正我会觉得。嗨嗨，拜拜。我觉得真是好，是吗？你也搞一个。狗吵死了！答应我，就可以。那你就……我操！我被他吵死了！很有礼貌。我很有礼貌，但是他没有礼貌。他被拴在那个篱笆那里，一个黑狗。中型犬，也不小也不大，它被拴在那里，可能就是有点生气。我说你能别叫了吗？闭会儿嘴，谢谢你。不知道是谁的狗，应该是外面的，不是我们园区的，不是我们就是中心的。一无所有，有梦而已。不是百味，不是百味，不是边牧，你们就认识这一只狗。我都跟你说了，不是中心的，听不懂啊？怎么会呢？我说的是中文，没问题。不是百味，不是边牧，不是我们中心的，是一只黑狗，外面的中型犬。为什么呢？哮天犬，不知道，我不认识它，我不知道它叫什么。它不是有效的，它可能听力很灵敏，它意识到我们在骂它。我想知道狗叫是像人大声尖叫一样嗓子会累吗？还是它完全没有关系的，它嗓子就是无限于利用都没关系。
杀你爹。蚊子，它一直在我的身上来回走动，就是搞得有点烦。咬我，咬个疙瘩出来。我不知道我什么血型的。我能站着波波吗？不行。你是考虑你自己，你根本不管我死活是吧？我记住你的 ID， 你给我等着。行，我记住你了。谢谢舞台上的星光送的一个蹦迪。一无所有，有梦而已。我看一下那边拍摄到我了。去拍拍了，兄弟们，拜拜了哦。